出去玩眼睛都亮了。打呼呢？嗯，打呼。起来遛完狗，现在一般都是回家再跟小猫玩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山朦朦胧胧的，感觉山还没醒呢。是的。看爷爷的，爷爷应该是碰到了管山的大叔吧，在问路。好啦，准备下车吧。嗯，小驴儿，大叔准备下车了。胡伦，走了。走吧，胡伦。来来来。你这儿也过不去啊，小墩儿，看这个石头，哎，好孩子，真棒！哇，哇，帅了！好轻快啊，你跑的！哇，带着胡伦爬山，大家能听到我的喘息声吗？我们才刚进山没一会儿，这儿看到鱼了吗？看到了。来，走，过来。大叔说，6:30、7点左右的时候，这里鸟特别多。爷爷，这还听着歌了，我才发现挂了个耳机。你能听到吗？哇，嗯，听到了。刚刚爷爷在听的那个音乐，是我们两个人婚礼的时候，那个互相表白的那个环节放的 BGM。小墩儿，出来就不担心小刀抢了，还有一小口味儿。看风景不理奶奶，是不是？嗯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休息会儿吧啊。出来了，准备下山，好像是比刚刚能跑了一点哟。小猫咪就是耐力不行，但它只要休息一会儿，它恢复体力也很快。下山的时候突然就不肯自己走了，非要上来。怎么有奶奶不想走的时候，没有人背奶奶呢？累了，嗯，行，这个猫包方方正正的，还能趴着。不害怕。这什么猫？阿比西尼亚。哦，对，阿比西尼亚，我见过，是这样。可爱呀！哎，就那个。踩到了蘑菇。哦，哇，这么大一个 ，OK。拍一个，给他拍一个。增加你的。这是松茸吗？这是什么蘑菇呢？不认得，不知道。不是，给我查查看。我也不知道。
有点像，有点像臀部，叫臀肌，臀，你这是臀膜，臀膜，臀膜。这大哥说的到臀膜，臀膜，臀膜。我们要下去了，好了，嗯，拜拜。不给你录吧？可以的。哎，可以哈、啊。他给录了。他很亲人的。我等会拍张照。还要看看人家，他还看你们。再给他一张。太可爱了。你也有吸猫体质。还要找人家。我有吸猫体质。我们见过，是吧？啊。让他蹭你。你看看。好的，好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走啦，轮，轮，嗯，我们已经下到山门口了，因为这个小毛轮又要抱，又要上肩膀，又要跟别人玩。又要蹭蹭，搞得下山比上山还慢。不论上车，不论上车了，上。哎呦，哎，奶奶给把袋儿解开，渴了，喝了一罐儿。